余杭的车都到了。不能连续做嘛，做
这一斤多少？拿起来看看。拿几个呀？拿哪个？一斤四十几个。一斤四十几个。三百块一公斤，三百。白带鱼呢？白带鱼能当几桌？一斤四百四的。白带鱼是正常价，我觉得。不晓得这鱼好不好吃。可以拍一下吗？一斤三高级呀、啊，虾子呢？叫多嘞？谢谢。超多排带。爸爸。你有买到、啊？买这只啊？没有，没有。你要不把它放回去？有买到一只，要做什么？牛肉。咖喱的吗？哎呦哎呦，那是不错，因为鬼头刀也是蛮好的。哎，我看无啦，我借来啦，我借来买啦，我看无。传统诶。恭喜你，恭喜你。那个连吗？不修，那边的矿物油卤的。哦，我知道，算那个，我原本是用那个随便用那个东西插进去就好了。来了，那个点卤，点卤。那你看好一下。那个打开，这也可以。好，三明治。对，这个可以。我会比较重要的。没事没事。我刚刚就是一样的状况。开始了，因为小心了。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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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海水吗？对，海水。对。看你的量大。你有没有塑胶袋啊？爸爸，冰这里有清水。那位请唱歌。海水我就听到。他们蛋呢？蛋。
那猪啊。看白带鱼。白带鱼巨头。嗯，要切块的吗？不要切块。好，切块的。对。天以后我也想，我看到不一样的。